我们都解决的吧，他们先把对吧，不是那，这讲这些，这边就老三子了，他们都吃这些，这边就老三子了，专门专门拉面多，拉巴达了，拉不得过，性格上吧，有点，给对了要三子，路，我都人家这人，那路上把外面那几个项目。 跑步就把家玩中吧，感觉老妈妈老做完的，我们去年就不让，就算三十块钱我往年要拿三九块，我说到这吧，咋为了没交了做完的，我说上当就拿出点钱，人家说没我就玩，你来说，趁机动大家大家进了，咱们出点人都做。 啊，我啊好，哎，这里这种能把它改成生产，嗯，如果即将没办法动，点了苦瓜冻住些什么？哎，这种苦瓜冻的种瓜，这苦瓜冻住把这什么冻不吃，苦瓜冻不吃，点了苦瓜冻住，什么药嘞？哎，这里点了阿水的大开心哦。 到高人苦瓦东都是苦瓦的美巴，就叫美巴，嗯，种的这种通过是的，这嘛的，就当天苦瓦马着巴，这里新的，这里的，嗯，这种苦瓦马着巴是吧？这了苦瓦东的种，做的也是，嗯。仁波切首先向大家问候，早上好，祝大家打坐越来越好。 然后我们昨天讲到六道之中并无一，此名根除轮回也。那么一般来说，看到这个六道轮回，看到它的空性呢，那么这个就叫做根除轮回，并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那么就是看不到任何的这个轮，看不到任何的六道轮回，那么并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六道和轮回呢，并不成立，这个就叫做根除轮回。今天，你这光明满皮讲，这点马多神经难说。哎，这里我说他们这点马多不让个原因，因为我的马在这里抓着路的大，我是同样的那些，这里这种，他们同样用的，但是他们这，这里没达到同样的用的。 哎，这上面东西是上面的，嗯，修正很严重过，节省，哎，这刚来的了，我第一天就上街一把了，这些人不有意的，这里他那个不懂的这个，哎，我也是用我的这了，我不当起码个，我不当起码这个，这垃圾他们这个人了，这说说嘛，他刚讲的，哦，你那啥说我是哪个的，那啥的东西有的。 有的，用那的，多年季节的这娃送的，得了，过完过有的，一样，一年的呢，马着巴拉的，那个吃不完的，一马都送，一了马着月他，但我东西都他妈吃能，马上都找了说，那一他们的东西都，一两的马大巴的，对的，就把这个西巴的。 第二个，那个来，那个白吃，你莫不，你莫不白吃，第二个我吃了，你莫不得塞了。你看我的，我有嘛的，我的没话的，你莫不让我找我的，这些别的了，多年年纪的这话的，这个，这点嘛是，我年纪大了，上了这里，就是感觉这里年纪起步的，你莫不抢着我的。 这身体东西在大不通，我那个说年纪轻不轻，咱们没如果吃个药嘞，别人没年纪轻，这人呢，身体身上多出个嘛嘞，别人生了几错的什么来个药嘞，但年纪个一个累的，两个累，就把吃的这身体，身体年纪大个一个吃的，大了这里，没看见说就他们两个谁也得的了，啥都得的完了，错把个药嘛嘞。 他对年纪重了，年纪重，大的都不起了，都不起了，对，大的银行对了，那高的是那矮的，就啥都接的不嘛都错了，朋友们，年纪没个大的，年纪轻的就是错嘛，没做吧，别人做不了，说家就对着那也从这拉上去的，没做吧，他对年纪也不大的。
你给我这刚才多你的这是当地的现在一直生产这玩意儿吧一直生产这玩意儿那真的一个六个错的那个错呢第二个一个人家错的话多你多的你就接着东西当地的你这个马上呢这是人生产这的这是大军也没的这是你就全部大军也没抢过的哦这个东西就是北京交界阿底下吃通过了用吃通过了用这是去送过来的去送过来的这里十二年南干里没吃的吃着了到处不去的这里吃的没给吃不着吃的是人的阿底下光吃的都是人生人生的这里空嗷就空了到处把那个人生这里长满了过这么烈去切了刀，叫人过家里拿过来的。妈的嘛，他打过，这个空，你切了刀是啥子了？空着了的呢，讲不多的嘞。哦，第二个问题，从那个东宁的那一级领导接到那个错过了嘞。他这东宁的这里，让人家切呗吧。吃掉呢，这里这脸啥子了？怕了，你把家里当了，让人吃点面过来。这个你这个过来，他吃就吃，啥子啥子着药嘞？别跌倒了，明白了？这里当年跌倒了，当年牛津不进，这当官你就当到了，这里牛津七个人招了的，这里跌错了，当年搞的多了，当年错的里头嘛里的，原来说牛津七个人招了，他当年他不用地跌的，对，所以说可跌了跌的，这里他说是上牛津的搞的多，跌大些当的哟，这里说嘛，他们这个大官家的这里。你给可是欠了多年多的大债这种啊，这债忙了哇，严重，什么不去干什么的，多年多大年纪些，年纪些的严重，这都五不中的，是亏大了，这里个大了，但是可以的哦，多年多了，现在大金银啊，这样的嘞，这样的这里的一些东西错过的，哦，这个国情没有来的。那么下面说，修悲之境虽无有，于此未证之众生，强烈悲心自然生。那么，我们呢，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那么跟这个空性升起的这个同时呢，我们会产生这个悲心。比方说现在我们和六道众生里面的这个畜生道呢。我们是在一起的，能够看到他们。那么以此为例呢，那么一切六道众生呢都会感受到痛苦。我们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那么其他众生能感受到的痛苦呢，我们也能感受到，所以我们知道其他众生呢是痛苦的。虽然我们随着我们的这个修行的，我们知道一切众生呢都是如梦如幻的，他们的这个痛苦呢也是不真实成立的，虽然是虚幻的，但是呢就像我们能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一样，那么同样我们也能了知到其他众生的痛苦是存在的。那么所谓的以这个大悲为核心的这个空性，那么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么在这里呢，仁波切呢是这样说的。那么对于这个修行好的这个人来说，那么他能够升起这个强烈的这个悲心，能够感受到这个他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在现实中也能发现，有的人这个悲心特别大，当看到其他人遭受痛苦的时候，他自己呢会产生这个强烈的难以忍受的悲心，这个也是说明修行好的一种表现。那么有的人呢，他的这个悲心是比较小的，那么悲心比较小的原因呢，是由于这个愚痴比较重，愚痴重呢，这个我执就大，我执大呢，那么他在他的显现里，这种自他的，自他二显，是比较强烈的，那么比较强呢，所以他不能够感受到其他众生的痛苦。那么反过来，如果修得好的话，那么他就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别人这个痛苦，那么升起难以忍受的这个悲心。所以呢，这种那么这种悲心强呢，就是一种修行好的这种表现。
那么过去阿底峡上师那么在这个法座上讲法的时候，那么这个房子外面就是窗户外面呢有一条狗，那么被别人用石头打，这个时候呢阿底峡呢疼得从这个法座上跌落下来，那么在座很多人呢觉得很奇怪，不太相信，觉得那么受伤的被石头打的是一条狗，那么上师怎么会这么疼呢？是不是在欺骗我们？阿底峡呢说，如果你们不相信，那我就证实给你们看。于是他就撩起衣服，把这个新的伤口展示给他们看。这个就说明有证悟的人呢，由于他这个证悟了这个空性呢，对于这个自他的这种二元的这种显现，那么已经破除了，于是呢，因为没有了我执的原因，所以能真实的感受到其他众生的痛苦，并且呢，能够真正的把其他的这个众生的痛苦呢，那么取到自己的身上，对于这个修行好的人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其他的没有这样的修行的人来说，由于这个我执的这个关系呢，所以不能真实感受到这个他人的痛苦，所以修得好不好的这个表现呢，那么就是有没有这种强烈的这个悲心，那么堪布仁波切也曾经说过，那么修行这个空性修得好的表现呢，就是升起了这个悲心，所以判断我们修不修，修行怎么样呢，就看我们自己这个，心里有没有升起这个很大的对众生的悲心，所以呢。有个名词叫做以大悲心为核心的这个空性，所以我们修得好不好呢，就从这里可以表现出来。从中心界老婆界没挂名病行界是没挂名病行界是没挂抗议我东西界没没挂了这个行界要有话题一旦人家开始有呢，从那马年呢，我才知道通知是就把我从超越了等，甚至同学同学在在约了，第二天等人家解释，那外面人家解释。那么下一句是称作无缘之悲心。那么这样有证悟的人呢，那么虽然知道这个众生，是不成立的，这个轮回是不成立的。这个就叫做无缘，那么但是呢，现在能真实的看到这些众生在承受痛苦，那么对此呢，产生了悲心，这个就叫做无缘之悲心。这了你是头发哪种？但对你是头发的中央，这是要不要的？这下搞个你是头发的当然。안게돈이고고그래책가돈이대다로송어진지얘네마르바들이대는유지치못지나대다로송그요리데미시토치바데레빈나심지마르바데가리트가리그접송마르바를접송쳐라더니마르바쳐데긴거와가로버그더니사지혼자로버트메데단진거와가马勒巴的大金，你这这里打的对吧？这里这里，火把的他抓住了，大金的牛把抓成，这个抓的都差远了。也那个大金这个没人开高头，打上去就高头的。我那把这个打完还没我呢，我给可能你这这人可能刚皮，你看看的，这人我上过的，皮那么皮的，他都忙不着的，你这这你忙不着的，这他这个。当然你这种刚刚偏给的人不是那个的呗。这是母亲特地那么那边特地那么的地里那么有些你他们就你就吃不了的。这里说这些人他在这些人做这个人家的人家熟虫啊吃虫我们你就我吃过的。这人你这见啊爬了脖子你这这个大地的没办法大地没办法那有没办法出国的这里的那个他老国家把那些事情没弄下来，别再在我身上。我等你平着走，马着把这地里老百姓们给占走，当地牛们给占走，这是当地的没办法弄了，这个你自己们走。当地干的，你有那可是当地没办法弄了，这当地的，
那么下面是若能于此获定解，利众事业自然生。那么这里呢是如果能够理解这个的话是有一点好处的。这里的定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轮回不成立，同时呢又对这个轮回里的这个众生产生悲心，这个就是无缘的悲心。那么我们对这个要获定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轮回虽然不成立，但是轮回的这些众生的痛苦它又是成立的。这个是由于虽然那么这些都是无实的，但是由于这个暂时的这个我执和这个习气，那么有这样的众生和这个烦恼的显现，所以是不成立而成立。那么有的人呢就产生了疑问，那么我产生这样的这个悲心对他们有用吗？我升起了这样的悲心能利益到众生吗？有很多人呢去问各位仁波切，那么实际上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众生因为这个暂时的这个我执和习气，由于自他对立的这种二元的显现和我执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轮回里流转，那么没有而这样去显现，那么本身呢是不成立的，但是我们能看限量的看到他们在承受这种痛苦。当我们升起这种无缘的悲心以后呢，我们能够渐次的利益到他们，使他们的执着呢逐渐的消除，最后呢能够了悟空性，所以呢我们肯定是对他们是能够产生利益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升起这种无缘的悲心，我们知道这个众生和轮回都是不成立的，但是从限量显现上来看他们在承受痛苦，因此呢对他们这个升起悲心。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个或升起定解的话那么自然就能够利益到他们，所以叫利众事业自然生。这两个是做法呢，若中学人就完全一种哦，他第二届的接了，等于他劳动人一个小的中国有来的，让一个便宜有来的。这个说，那么的给为经营的，派出的，别人说恰子落到了，大堂浪漠拉手吧，等于这个接班人呐，等于的上届的我们那等于劳动做完没吧，做米的用，做米的中国有来的，大堂浪漠拉手吧，那个朋友呢，等于让经营那么的我忙过来的。这次这个做法就面对了我们这个是落有买的，你一到过这这特别的意思是大致上就你看就只不过他们现在你的中啊也哦，你这个到过的你这接他们钱了，等于你把接他们钱，对不对？这是他说他其中不一样的，等于没平时招聘这种上班的你接的接娃的人嘛，钱也都得没接娃人钱给我买的啊。这些人不会让他做，这边的生产把拉手把沙瓦卡的也能让他的听个有的，边的沙瓦的你觉得的这到了上面的这些看起来一些地方头上面的人都能一些地方头过来的，这头的这里他甚至的拼命拼到处当过我们的，他在 M 这样的没这个那样 M 这个七八的高的M 七的三把上一点了，投入过来。那么刘新义那样，那么刘新义投三星级这种，他得了说白了，等于等于劳动上去，他们就没有来的。那么利众事业自然生。那么如果我们有很强的悲心的话，自然就会利益到众生。比方说，不要说高僧大德，那么以一匹马或者是一头大象而言。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小孩呢，对这个小马和小象呢，那么出于很强的这个慈心呢，他们会很愿意用自己的这个乳汁去喂养他们，
那么就好像这样，那么自己对其他的这个众生有很大的这个悲心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的去很自然的就会去利益到他们，那么跟自己相处的这些人呢，自己也会很自然的去利益到他们，和他们呢自然都会很融洽。那么由于很强的悲心呢，那么自己和这个众生自然就会有这个连结，那么所以呢这个悲心有多大呢，那么自己就能够多大的程度上利益到这个他人。那么同样的这些利益他人的这些上师们也是同样的，那么自己有多大的悲心呢，他的这个事业就有多大。所以呢我们如果有强烈的这个悲心的话，我们就自然的可以利益到这个他人，那么自然会和他人有连结。所以呢那么在这个慈心悲心上，要对此呢要产生定解，那么这里的定解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有多大的这个悲心呢，就能够多大程度上利益到众生，所以叫利众事业自然生。努力去进一步也有一种，他去进一步可以去进了这里，他这样去家里多把个干的，家里多把个干的，当不学会告诉叔叔，然后我们从东西里做不上，我做不上家里多把学会的事。这学会呢，去做过呢，家里多把拿起这个袋子，你说个做过都，我去干个，看个看个，我苹果上面这个做出个药没过，他可以一瓶个落个做过药的事。这是去年宁波三大经济的教授教的。三年级宁波学去年宁波三年级的。这是三五天的教授多忙的人家懂得的。去是吧去帮你这些东西找了上车生了的种。上车生的三八的经济人家吧拉上车生的。第一上车的嘛三年级的一人等你教授多忙学游戏。他去家里都把学校呢，刚才就去三级去做农活的，三级去呢，三级去到草地去那么了，三脚把的当那家说的，那个就说你不说那，多了皮子的三级怎么说？现今的皮不是的，俺三级操过上咋上工作的？假如他说话，我那卡个地，我觉得现今的皮我上面落地去打球，打你种的这里那个。他的他都上街过妈妈的一人平均的上面落地去照顾了的。第二你把他上我去了，他人家里都没去了，我身体他们就叫你你这人上不去了，他就没这个哈过了的叫你那种。我看你这种身体上面你的街上面我不过去了照顾了的。上面你就去当地的小孩的当地小时候就出人上街的。看不到人上街多的讲出的。你这的女人吃见你就当地的人你一个上桌了的事。你这的吃见了当地的人你一个上桌了的事。到底上桌什么时候没结束。第二呢就是你的去的早晚因素。你的去见你我上桌的家庭就算。你去碰见这些东西上桌什么的第一呢杨家杨家上桌当年。你的这个将军都把兄弟他们这个上桌当年。我们上桌的甚至三名姐的结果都是。三名姐的结果的人说说没见得让的人没上过就让上过去去的时候刚见了咱们也不查理大丈夫嘛不这样什么人学生了三名姐的经验没这学生了他们说不查的人。这是你说我们你说没什么三星就差不多不你上的这里第一把车这里多不这里要加钱这里上海街人们说先看这里下来我就来当地就是我去破我动我拉着我说的第一让我这个这里让一个下来我把车给拉走找我让一个下来我来别提到这里他到哪里说的你们能送我来哦这里那就等于他努力去就找啊，人生努力去就找啊，去找啊，是的，反正就是哦，三平街的第一人家他妈的，那他管你，当然都没他，这么他，他们那没他管的，当然三平街上光棍去，
dinir sabah çemi gongu insan da tam da meti da lanman o topyore verin doruk çıca da insan konu san çok sen zorunu sabah da yine yem bete çıca da insan var et 那么下面是此乃显宗法精华。那么显宗法的精华是什么呢？就是慈心和悲心。那么我们在这个皈依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得到救护，得到谁的救护呢？得到这个法的救护。因为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那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法呢是希望得到这个法的救护。那么这个救护者呢，如果是一个只考虑自己的人，那么显然是不能救护别人的。那么这个救护的对象，这个救护者对这个救护的对象呢，那么他一定是这个没有我执的，是充满了这个慈心和悲心的。所以这法的精华呢，也就是这个，就是慈悲。那么佛陀的精华呢，是这个般若或者叫智慧。那么法的精华就是慈悲。所以我们在这个求这个皈依戒的时候，那我们的皈依的对象法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同时呢，如果我们自己去掉了我执，具备了慈心和悲心，那么有了救护他人的能力，那么我们也就成为这个被皈依的这个对象。所以呢，这个就是法的这个精华。那么那么所谓的这个菩提心呢，也是就像这个佛经所说的，菩提心呢就是依赖于这个慈心和悲心的。所以如果没有了慈心和悲心的话，那么这个菩提心呢也就不存在了。而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藏语呢，那么这个菩提两个字，那么这个想求的这个相呢，它是这个净化的意思。如果我们通过这个修行净化了这个我执，那么升起慈心和这个悲心，那么我们自然就会获得这个菩提。所以呢，菩提心呢也是依赖于这个慈心和悲心的。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那么修慈心和悲心，那么他不管是在世间法和佛法两方面，那么都会比较顺利，也会自然会拥有很多的朋友。那么反过来呢，如果一个人只想着自己，那么总是想我很痛苦，我很可怜，我总是很受伤害，那么由于这样的我执的这个原因呢，那么这个敌人呢就会从外在显现出来，那么他总是觉得自己不顺利。所以呢，不管是世间法还是佛法两方面，我们都是要依赖于这个慈心和这个悲心的。这个是不能没有的。然后那么这个佛法的这个精华呢，是慈悲，也是这个菩提心。所以那么这个菩提心和这个慈悲呢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如果那么我们去修慈悲的话，我们会逐渐的那么就是升起这个菩提心。那么再从这个密宗上来说，那么我们能够修起来这个生缘次第等等，这个是非常好的。哪怕我们暂时不能修起来，我们也不会闭关，那么这个也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先开始修慈悲心、菩提心，让慈心悲心开始生起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慈心和悲心，这就是法的精华。所以说此乃显宗法精华。对了，他上岸就是他让你努力一旦拉刚才是我英雄，他上岸就是大概也是几度结巴了。说他对了，啥时候成了咱们啥时候咱们就是办呢，等于三周村做人不接马鸡巴了，接着接的呢，马鸡巴接完接了他的他，做了个的来就这里，家中的这里工作三周村去了，接，鸡巴两把没把哎的，这猪把怕的什么臭死，这里光的光的不要说的，他上海人就我觉得，上海人中了这里的他，你绿叶大米杀了光子，
哦，我靠！把咱旅游那啥都看得上了，赶紧搞上个月的，这内陆西巴的，内陆西高原的，这马巴罗在松巴的，跟你，你那时候就碰碰的，马到云南中级旅，那啥东西才能讲？多少个省就，他们起码都把这的。 你内陆多是他们把，我的大的他妈的拉我有嘞，他的大的他妈打我，我的大的他妈的，说他个就叫上就是大的拉我，你大的的拉我，真是，嗯，神经啊有嘞，神经就定的了，就啊有嘞，那句神经的军人，军人嘛有嘞，这你最近啊没吃到个吃的有嘞。 这刚才就对个来了，越对个来，没这个，恰当的唱个的，是女的，女的对个白的，男生的对个，生气个白的，说家城唱完了，生气嘞，这七娃子，中娃子，咱们都讲咱们这大些的了，大些中，你嘛都几娃子，中娃子，生的中娃子，男生的女娃娃都是这个大些的呢。 你这早晚的，大的你，马多的人就去旅行，马多的卡里马多，我这个大的怎么大一年怎么的马多，我这。那么下面呢是自身本来本尊天永实，誓言永实本体也，心性本来本尊天本质永实本体也。 那么下面呢是进入这种密乘的讲述，那么马尔巴意识曾经说过，他说，那么这个密续里所说的，关自身为这个，本尊，这个是对这个平庸想法的，这种扭转，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呢是有这个四大组成的，跟外面的这个世界一样，外面的世界也是有这个四大组成的。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有四大组成，然后我们有一个心，这个就好像这个世界上那么，外在的这个七世间有四大组成，然后里面呢，就像容器里的东西一样，那么有一切的这个友情，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那么四大呢，就好像外面的这个七世间，我们的心呢，就好像这个情世间，我们。 由于有了这种繁用的执着，那么所以密续里呢说我们这个身体呢要观修为这个本尊，那么是对平常的这种平庸执着的这个扭转的一种方便。那么我们在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仪轨里面，我说这个珍贵菩提心未升起令升起，以升起令稳固，以稳固令增长。 那么上师解释说，这里的未升起，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因果的方面来升起这个菩提心，以升起令稳固，那么这个是指这个菩提心的稳固，然后说，以升起这个不退时而增长，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么进入密乘，那么这个观自己为这个本尊。 那么我们观本尊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扭转这种平庸的执着，不管是对外面的世界也好，对自己的身体也好，目的就是为了把这种平庸的执着予以扭转，所以这里说自身本来本尊天，誓言永失本体也。你让你当啦，当成什么我因上？ 他当这个是吧？一些是吧？当这个是吧？你呢？当这个是吧？是吧？的，大的到往个就当这个了，啥个？啥个？当这个了？当这个的概念，他当这个当这个人往就讲你，啥家伙呢？咱们当这个有嘞？这嘞？说当不的，我到啥叫先得当这个？一边落地，这是咱们的道理，对吗？一边落地当这个。 他一边落地以后呢，当地一个道长站着，让一个这里边呢，查工的出来就得了，这里赶紧进来接抢抢了。
刚才东万一龙啊这个江龙啊一送空的别送过来大你绿多多的大金你的流程呢你是这里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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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概讲了，等于大啥概讲，广东三省拉出外边，但是他们啥讲交个药嘞？当吃去吧，都得当吃什么去吧的？让个女的有奖金，现在这里得有过来的，啥把奖金吃没吧？当吃吃没有过来的。那么下面是誓言永识本体也，那么叫誓言永识或者叫誓言尊。那么这个誓言永识是什么东西呢？那么首先誓言呢，我们在灌顶的时候，会发这个誓言，那么这个誓言主要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修一百个本尊，那么有一个最主要的誓言，那么就是这个慈悲或者是这个菩提心，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的话，有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么修什么都可以，都可以修成，就好像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如果一个东西可以是空性的话，如果是可以一个东西可以是空性的话，那么它什么都可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的心如果有很强的执着，那么这个就好像一块冰一样，那么它是不可能变成其他的东西的。那么如果我们升起菩提心，去掉执着，那么这样的话就好像冰融化成水一样，这个时候呢，我们修任何的本尊呢都比较容易，那么把自己关成任何的这个身体的颜色，那么手里拿任何的这个手指，那么都是可以这个关成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身体上要有，就是身体上的观想也要有，但是同时呢，内在的这个慈心、悲心、菩提心要有。那么所以呢，这个誓言最主要的这个核心呢，就是利他的这个心。那么有利他的心的话，这个是最主要的誓言。这里就是，所以叫誓言永识本体也。你既然不忙的了，那个佛光见皮，当你上我当你，这里的话有过来，一两这里，这当晚那个送把的。那是拉古尔国啊，就是俺接人不怎么错的呢。大一里的一女巨女啊的，一神经王啊的，这里用那个人举例，男女梦啊的，就这个的呢，这里叫我人家养那个人品，你别他们就人家养不个人品，控制到我腰里边了。这个女巨女啊是人品，给打过来这里。Then a lower triple on the dodgy, needing to get in mark with Jimmy. Then they come charondo, chasso, the thick old chan, Jenny Taquaris, man, run some de mother body. Like I said to call him Madonna, that's a Jenny Dodgy, needing the mother, son, Nazi Labour Quad, the setting to the young man, Raji Kari Lakuori, you know, young man, the Tatoton, Tomari, move on, see, man, go on, mother.他当同居有种忙吧，马上回来这里，养我的当官一个人进去，那女梦啊的，我说是女梦吧，有当女梦个人进当官一辈子里，女梦有讲女梦的一些角子嘞，女梦个人进西藏那的，同那个都在讲中原什么，同那个女梦吧，第二当官一嘞，所以女梦啊的当官一。你我也当官了，他他，咱不那个啥个人，他就有讲，那就他碰的，就当带给我们的。这种东西他他我不当官了吧？这样的当官也不好听，当我们起码的学问了，你得当官人家用药的，你两个女的他他出讲，他从出出的东西他找药的，但这么大问题了，你马大把的，他我估计是他。你一直打出来，这里打打，那个南娃子这里打，那个南娃子就打南娃子，就那个身子。你们娃子长嘛，这身体瘦小，长嘛你没几块力气呀。是你们娃，女娃娃子，女娃娃子，咱们那个女娃娃，就把这要买的。
你看我的卡卡有吗？这是这特别讲的对呢，等于圣中王啊的，勇敢的控制的，男女王啊的，性格的控制的，你别他就是俺也没个啥距离，嗯，对，这里那么忙的样子，我去吧，这一道话过呢。 对，这打到把他打的，他一当的，打的，哎，我都上床上的，打倒了，那打进去打倒了，等于没啥可管了，打了就啥个有了，变了，我那老板嘛，他让个，我几个把差的小东西呢，这得到差到，上等于啥个也有了，这是当成什么的，这是男生的，当成什么，我。 嘛，生意多的也这么啦，你是什么我也是，他大厦里是把当成什么你当成吧，是把是当的，中央爱控制加过来，当成啊，当成了，等于南云梦啊，再加了再当成，哎，等于跌了，但一些啊跌倒了，等于大大的一些，一些啊，让你说的，再到了，等于还过来的，当成一些什么。 下面是，那么这里的誓言勇士本体，那么什么是誓言勇士？那么就像这个达玛拉扎所说的，那么他说，那么这个鲜有的一切，那么都要知道它是这个，都要知道它是这个本真身体的这个显现，那么这个是什么？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那么这个外面的，一切的这个气世间，那么它都是这个五大的，这个性质，那么这个内的这个情世间呢，都是这个本尊的性质，而且我们，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蕴界处，那么这些都是所谓三座的，这个男女本尊的，这个性质。 这个是达玛拉扎所说的，那么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这些显现的一切情境世界的显现，那么它这个本来呢，那么它都是这个清净的，那么这个，外面的这个五大也好。 那么是这个五佛目，我们自己内的这个五烦恼呢，也是这个五种这个本来智慧，所以呢，一切都是清净的，所以情气世间也好，或者叫显有的一切也好，那么这些都是清净的，都是这个本尊，都是男女本尊和这个智慧的这种性质，那么没有一个不清净的显现。 那么不清净呢，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心不清净。那么我们的心不清净呢，是由于有这个我执和烦恼。那么其实呢，这些外在的这个气世间的显现也好，那么内的这个情世间的这些显现也好，那么一切都是空的。实际呢是不存在的，任何的这个实物和相都是本来没有，都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于我们的执着而这样显现的。 所以呢，是我们的这个心不清净。那么实际上呢，包括我们的这个烦恼在内，那么我们的这个五毒呢，是五种本来智慧，那么也都是清净的。那么所谓叫做，如果能够了知的话，那么烦恼呢是这个甘露的大海，所以包括我们的这个五烦恼呢，也是这个本来清净的。所以这个不清净呢，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执着。所以当我们 认识到，这个五大本来是五佛母，五蕴是这个五方佛，那么五烦恼是五智慧之后呢，那么这些，对于实物的执着，对于这个相的执着，这一切都可以清净掉，那么了悟它的空性，那么这一切也就清净了。所以有句话叫做，那么一切显现呢，都是心，所以呢，那么在知道这个以后呢，我们首先要，通过这个世俗谛方面来修这个世俗菩提心，去修世俗菩提心，去净化我们的这个执着，净化我们对这个自他的。
这种自他对立的这个执着，那么这样我们再来修这个升起次第，再来修自这个自身为这个誓言尊，那么这样就要容易很多所以这里叫誓言永持本体也。然后下一句是心性本来本尊天，本质永持本体也。那么这样的这个内外情境一切呢，那么它都是这个本尊的性质，那么也就是这个誓言永持的这个本体。当我们的心性呢，它本来它是这个所以本质永持，或者叫做智慧尊，它是这样一个性质，所以叫本质永持本体也。神秘独立一张来信什么我也是吧，神秘独立一张来信什么是吧，一些是吧，这里假如他们这一些人的这种他的东南的地方通过了他大一年的有人明年大一年的这些三种生物大的谁呢，这里三八七名就七名拉手把这个人大的没法唱呢，这是我的哈哈的一些的一些什么就把这大的大那一些把他大一些把你一把你七八个人哦你这有没有切巴那一些巴你这有没有但是那么些一些就破松没那里巴克去地盲通去年通的但是身体盲通那么些盲通一些通的那么些的一些人下的一些人那些人你没走的他可能出个南华岛生南华岛你没有哈过松这是一些两个月的我第三个让给你的职业嘛的你的职业夸你的你妈妈妈妈妈妈大姐来把家散了这里都差劲差劲的你大姐你的绿色鸡巴长来把家妈妈散了如果大家都是这哈哈哈哈你没吧这一些一点呢一些感觉过了这啥一些什么的我这个我一些弄的这垃圾他怎么他的地方这大同大的地方通了这一些什么的这个旅游的一年一老啥的呢一年大的你是没办法的不怕我是讲你个一年大的也没总结讲的先得这个不可能一年可能你要买的那告诉你我让你给你是吃的你这个来把家上这里你的还想通过车车这里接着大眼睛这里你没有来上抓着中枪头的哈哈哦他确然跟我就变了确实人呢确实的你啊可是我是通过别墅当我就当晚通过有的通过当晚上下面是啊上住当中有的因为确实嘛我就把他确实我往通的哦确实把他就把他的要当晚里面生你这种这个生的他哈哈这一些什么的哦这一些什么的那个金就我给当我从夸了唱松的那个什么夸人唱的这一首是他想把这些这个有的生于一年的这些唱这些唱这些没什么这什么这个夸上唱的这里的大一些什么的这个中国有的一年一些是啥人不得的一年是啥人的那个我说大大大你已经吃饱了这个有的那么所有的这个外戚世界呢，都是由这个四大组成的，都是由这个五大组成的。那么虽然有很多的相的显现，但是它作为五大的这个性质是一样的。那么虽然有很多情世间的这些众生的显现，但是作为这个作为这个五种智慧，那么我们的这个心作为智慧就是一样的。所以呢，那么不管有很多这个情境世间的显现，那么都是由这个五大和五方佛构成的。所以呢，众生的这个体性也是一致的，没有像很多相显现的那么繁多，其本体都是一样的。那么这里说本质永持本体也，那么这里的这个本质呢，就是这个本来智慧。那么这个佛陀呢和这个本尊呢是证悟了这个本来智慧，那么所谓本来智慧呢是这个没有执着的，
那么众这个佛陀和众生的这个差别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自他二元对立的这种执着。那么我们众生呢，就是由于有了这种执着以后，那么形成习气，积累业力，在轮回里流转。所以呢，我们需要见到这种本来智慧，就像米拉日巴所说的，我们不要见到我们不要见到友情，而要见到这个心性。那不要见到这个心识，而要见到本质，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一切的众生，本来，这里的本质呢，就是本来就有的这种智慧。我们本来呢，就是具有这个如来藏的。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心性，就好像这个冰，其本质是水，但是由于这种没有认识到而产生这个迷乱，那么积累习气。形成业力在轮回里不停的流转。那当我们认识到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冰呢，那么也就化成水。那我们认识到这个智慧呢，那么也就能够脱离轮回。所以说这个本质呢，是我们本来就有的这个智慧。所以呢，那么当我们打破了这种自他的这个二元对立。那么认识到自己的本来智慧呢，那么就能够这个脱离轮回。所以这个本来，所以这里说的这个本质永持呢，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呢，我们自己本来呢，就是这个本尊，这个就是本质永持的这个意思。这既然我告诉他，见面了送的。他妈的，人就给钱我了，没有个门的人的同意，他爹养的样子什么种的，那个爹他什么当，看你这接人搞的，接人搞的呢，说把我去打杀我他妈的，兄弟在家那拉什么，东江已经没见过我了，这搞的东马人的，他们东马人马着把的，这那这里那个都不搞东马人的，我就让人头一次就把这东马人马着把了，说说多多的有点吧，这种差有个有的。这嘛，大金参见嘛，这吧，我们就讲了当官人讲，讲了当官人了嘛，得了讲嘛，这当官人了，马上接人公务员要嘛的，你我不能起码的，我不嘛这把这把人弄的，得了细节个当的嘞，滴滴不差的嘞，得了来说我们得的呢，没那里不送，的去急嘛，从去年送的，去年就把当官人去年的嘛呀。大人或者个去谈起，我那的女主人啊，就马上把他攻打过来。第七八站子这里，现在各样不着药那边了。哦，他们这边的起步，这里那个就看人了，有的人看瓜子了，被啊，这咋起不上的的？也能的，这他们大人，他们以前的马上把这养大养的，赶紧把这钱了，现在抓起不来过来的。这位去金芒通去你通去你当官你哦生活让你生的结果哦生死中有二个你就他们就当官你哦当官你的这个没我们的那个没通你们的责任就没打吧哦那怎么生了车的呢大正的那些的社员了都住当时那些的那些可能大学的呢哦，那些矿啊，拉上他，哪块能进？一旦拉上了，没办法，七八十我就到了待一会儿，七八十我心平气和的了。到十二栋手就下矿上了，打跌了，打一些一点，都是现在哪块前面了。十二栋手就太重了，打多少就重了。你怎么的七八十就等于打？这人光他不得我了嘞，这人中国不？我们把同样的哈哦，这位杨堂杨都管过的人，我管前面把啥杨的这人本人，将来就成了这个大贼家伙了，别贼他了。这里来告诉杨堂杨都，我们吕布就该来怕谁急了我要嘞，那这个谁这样子把就该来该来该来把谁的这样就抓的他当官人抓他不要嘞，这位的接任的这可以就不能没那里边送。去金满通去银通去，等你南西满通也姓通的，等你然个南西的人打街当的，他南西我问的那路刀，他先南块刀通了，哦，然个先的先金，他们就先
치발 떨어졌다고 요 말이지. 민원은 다 고소청주에 드리고, 고소청주 예를 상지해야지. 우리 예 상지해 봐라. 야 상지해야지. 얘는 상지해 대화 상지해 연말라. 딱고도 내가 최보왕 지금 최보한테 삼고도 대 나지 이진이 손을 손다 때려 쌈마다 이게 쇼다고 대그 나지는 매발동은 대리 딱고도 양상지해야지. 심지어 얘는 상지해 연말라. 다 양상지해서 다 대답으로 쌈못하는 대리 째는 거 빼야고 차트고 요래. 당 당지 이식기는 변하고 대체 이 방해야 요래 대체서 석기치고 요래 돼. 那么，我们在这个修身体次第之前呢，我们都会修身体次第之前呢，我们都会这个念这个观空咒，那么念观空咒。这些呢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念观空咒的时候，那么很多人都会只是想自己的这个身体是空的，自己是空的。那么这个是不够的。那么并不是只是认识到自己是空的，而是整个的这个现有的一切，包括自己和他人，那么全都是这个空的，是这个不成立的。那么我们自己就是因为有这种坚固的执着，所以呢，那么这个造业形成习气在轮回里流转。那么我们在修这个，升起次第的时候呢，那么首先要认识到，这个自己和他人、自他乃至一切的这个情绪世间，那么都是空的。这个就是米拉尔巴所谓的，不要看法，不要看有法，要看法性。那么一切的这个法性是空的。如果一个东西不空的话，那么是没有不是空性的话，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转变的。所以要首先要认识到一切都是空性，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才有这个升起次第的观修。那么我们能够观修自己的这个心性呢，它是这个明空双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观修这个升起次第，那么这个呢它就比较容易了。那么它就比较容易了。那么前面也讲到呢，我们这个本质永实，那么所谓的本质的天尊，那么它有这个天尊呢，有本质天尊和世间天尊的这个差别。那么它差别就是在于有没有这个本质，如果具备这个本来智慧这种特质呢，那么它就是所谓的本质的这个天尊。那么这里也是同样的，如果我们有这种空性的修持的话，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观修这个本尊，那么就容易很多。所以呢，对这个，首先对这个空性的修持呢，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那么在这个明空双运的这个心性修持的基础上，再来观这个本尊的话，那么这个就要。容易很多。那么否则的话，那么我们有这种自他的对立种种的执着的话，那么这个观想呢也就是比较困难。所以呢，那么升起次第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米拉日巴所说的，那么不要去看这个有法，要去看这个要去看这个法性，那么法性就是空的，那么不要去看心识，要去看这个本质。所以呢，我们知道一切的这个法性，那么它是这个空的，在空的这个基础上，那么这样来观想。那么否则的话，如果不是这样，就像我们迷乱显现的这样，我们的这个身体呢，由四大所组成的这个身体呢，它是这个无常的，是变坏的。那我们的心呢，是这个刹那刹那。所以这些在这种有执着的这种不清净显现的基础上呢，那么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观想这个生源次第的。所以这种空性的这种练习和这种观修呢，是很重要的，它能够打破我们坚固的执着。那么这样之后呢，我们知道一切的众生，那么它本来呢是这个清净的，所以那么就像这个密续里所说的，本来是佛，然后再次成佛，就是他们的本性是本来清净的，由于没有认识到那么积累业力和习气在轮回里流转，那么是非常可怜的。
那我们知道这一点以后，也会升起这个悲心，去利益他们。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一切都不成，在本来不成立，那么本来是清净的，而显现为不清净。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升起次第的，这个羞耻的这种理解呢，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以上呢，就是对这个升起次第的，这里的这个一些解释。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Hum. I bow Sangha. Thank you. Come, Master, just to go, Jah, Rolling Jay, Mizo Jah.